怎么了？这话你是不是还对别的女孩说过？你想什么呢？当然没有。我只是觉得你对我那么好，我很感动，我也很开心，但我也很害怕。我怕你不只对我一个人这样好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？你和唐一白素未平生，你们除了工作之外完全就没有任何交集，他怎么会像我一样把你当作他生命中那个最特别的人？你的意思是唐一白把我当成了小僧的替代品？这个答案只有唐一白他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知道你傻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心里到底在不安什么，但是我想跟你说，请相信我，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这么喜欢的女孩，你也是第一个让我这么想抱在怀里的人。唐一白，我喜欢你，真的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未来，快叫，快叫。来的，明天就比赛了，他们住在我们学校附近的酒店，来我们这儿就有吃。我们不是在问他们为什么在这里，我们是问为什么他们泳队的男队员颜值都这么高，高的完全不像是地球人。你们每天都跟我们男体泳队的帅哥天团们一起训练，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？拜托，你们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好吗？你们呀，对面学校其他女生还可以，但是每天看，早看腻了。对，我觉得还好吧。还是洋洋好，不像那些肤浅的女生喜新厌旧。哎呀，你
在这儿啊？我来新店。你是？哦，一所大学队长林浩洋，请多指教。林浩洋？林浩洋？欧神，原来你就是一所大学的队长呀。能再见到你，真的是太好了。他们是你们的队员吗？对啊，我们在训练呢。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训练的怎么样？上次不好意思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说的嘛。难怪队长刚刚假装不在乎，原来已经锁定目标了，而且还是最帅的蟋蟀林浩洋。谁说他是最帅的？这只小蟋蟀能跟我齐人风比吗？把我南瓜杀虫剂过来。你们认识啊？对啊，前些天我迷路了，是洋洋帮的。是吗？就这样啊？那不然呢？还有，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，我要追她。洋洋的春天到了。请你注意点礼貌行吗？你说追就追，人家答应吗？是没答应，但是他也没有拒绝，对吧，杨？训练结束以后，愿意和我一起吃饭吗？我上趟洗手间。齐瑞峰那么一说追我，他是疯了吗？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而且让齐瑞峰看到了，他会怎么想？哎，小洋洋，别人追我关他什么事儿？你干嘛在乎他怎么想了？你怎么在这？我在等你给我答案啊。什么答案？我们两个就见过两次面，这么快啊？哦，你误会了，我指的答案是你训练完以后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吃饭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怎么样？愿意吗？这个嘛，你就答应他吧。你说什么？我看得出来，你想跟他一起走？你真这么觉得？真的希望我跟他去吃饭？为什么不呢？我们南体大当家女子泳队队长终于被推销出去了，我们可是要开香槟庆祝的。好，练习结束，游泳馆门口等我，我陪你去吃饭。谢了，你还真帮了不少忙。
林子，云朵，我能单独跟你聊一聊吗？ 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来找你是有几件事情想要当面跟你说清楚。我跟唐一白正在交往。你和唐一白现在真的开始交往？虽然你跟我说过一些关于他跟林桑以前的事情。 我知道，你心里有很多对唐一白不能谅解的心情，包括他是不是把我当成林桑的替代品。这一切的一切，要说我完全没有受到影响，那是骗人的。可是，不管在三维的空间里，我们有多远，但是在四维空间里。 我始终和你在一起，你想着我的每一分、每一秒、每一个心跳，都和我想你的每一分、每一秒、每一个心跳在一起，永远同步。可是我还是相信唐一白，我不想被过去那些不知真相的事情所影响。 我也不想我跟唐一白之间有不能说出口的秘密，我更不想去质疑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不想再瞒他了，我想告诉他我知道的小桑的事情。你确定吗？难道你就不怕唐一白知道小桑的事情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？我怕呀，但是。 面对未知的恐惧，最好的解决方法绝对不会是一味的逃避，而是面对它，哪怕最后的这个答案不是我心里想要的。林子，你让唐一白见一见小桑吧。唐一白知道了小桑的状况又能怎样？他即使见到了小桑又能怎样？ 小桑现在也不能说话，又不能替自己辩解。可是，一直回避这些问题，永远不会知道真相的。别把话说那么好听。其实你心里真正想要的，不是这个答案，而是借着坦诚这件事情，去消除隐瞒唐一白的罪恶感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件事对我，对小桑。 是件多么残忍的事情！我明白你的心情，可是站在林桑的角度上想，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小桑多么喜欢唐一白吗？如果我是小桑的话，整整四年的时间，从唐一白的世界消失，还背负着那么大的委屈，最不能接受的，不是唐一白看到现在的自己。 而是因为这个误会，以后再也见不到唐一白。这就是我从美国回来需要跟大家沟通的东西。喂，小桑，哥正在开会呢，能不能晚点？对不起啊，大家稍等我一下，请进。 小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怎么一直在哭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哥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快，小桑，你别光顾着哭啊！你告诉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快，听话。一白他误会我了，他误会我，害他被禁赛了。他很生气。 一句话也不跟我讲，他会不会从此就不理我了？哥，一白会不会讨厌我？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才好？怎样才能让一白不误会我？
听我解释，哥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。小桑，小桑，你没事吧？如果我是林桑，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让唐一白知道，当年我没有逃跑，是因为那场车祸，所以这四年我都没有办法跟他解释。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因为林桑的事怨恨唐一白，认定唐一白没有资格见到林桑。可是你有站在林桑的角度上想过，他真的跟你一样恨唐一白，真的不想见到唐一白吗？林桑那么看重唐一白，可唐一白根本就不知道林桑离开的真相，这对林桑来说不公平。我知道你其实是懂林桑心思的，否则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你也不会一直拍唐一白的画面，你是拍给林桑看的吧？够了，别说了。你现在这样发泄自己的怨恨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唐一白，这对唐一白对林桑都不公平。我叫你别再说了，你不是小子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是我不是林桑，可是我在乎唐一白的心情跟林桑是一样的，所以我能了解那种被自己在乎的人所恨，还有那种拼命想要去化解恩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。如果你还是不想让唐一白见小桑，我尊重你，但你也想一想，这真的是林桑想要的吗？这样做真的为林桑好吗？你好好想想吧，我随时等你电话。但我答应你，在你想好之前，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该怎么办才好？怎样才能让一白不误会我？听我解释。这家伙吃完饭不送羊又回去，在这学人家追女生，瞎晃悠什么呢？这是对不起啊，是不是有点太冒昧了？向阳阳，你还笑了出来，见过两次面的人笑成这个样子，那有没有一点女生的自觉？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是我利用了你。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我今天跟你出来吃饭也是为了气他，可是我又总是会想起他。对不起啊。他们在说什么呢？哎呀，齐瑞峰，你这个笨猪，你这偷听有什么用？我什么都听不到，还不如买个窃听器撞到杨洋身上呢。你喜欢的人不会是齐瑞峰吗？
杨洋干嘛一直看着他？那家伙到底跟杨洋说了什么呀？怎么气氛变得这么奇怪？该不会是那家伙第一次约女生出来就跟杨洋表白了吧？对，点头了，杨洋居然点头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难道答应给他电话，答应给他交往了吗？我喜欢的人就是他。你一定觉得很可笑对吧？他自恋又不正经，而且毛病还特别多。我俩一见面就吵架，可是很奇怪，我每次一发现他的缺点，就会发现他越多的优点，就会越来越喜欢他。我很奇怪吧？没有，我谢谢你能把你的秘密告诉我，我很愿意当你的倾诉对象。可是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什么？他喜欢的是我们学校的校花。他，而且我俩最近总是吵架，但是我还是担心那个傻瓜是不是有什么麻烦了。其实我才是个傻瓜，对吧？我觉得他不值得你喜欢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证明我有多喜欢你，好吗？这边跟您借厨房了。我说你呀，比赛完了以后也不知道好好休息休息，每次都到我这里来借厨房自己下厨。其实你真要是饿的话，阿姨给你留点菜就是了。谢谢阿姨，我这不是给自己吃的，我是帮别人做的。啊，帮别人做的？是呀，那个芬丹特别挑食，每次都把最营养的菜都挑掉。我为了给他补充他的体能跟营养，只好自己亲自下厨了，把他不爱吃的茄子呀、韭菜呀、菠菜，通通剁碎，偷偷夹在他最爱吃的红烧狮子头里一起煮。你这个小姑娘蛮贴心的嘛。怎么又这么慢呀？每次都是我等你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？拜托，我很忙的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你少啰嗦吧，你把这个拿着，马上比赛了，袁总监。
上一次为什么会输呢？上一次之所以输给欧阳恒，是因为我没有抓好起跳时间。如果再有一次，我一定能赢。他谁呀？这种大话我也会说。我说我斗了谣言能够赢欧阳恒啊。论说大话，你认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。那是。那你对欧阳恒和齐瑞峰有什么看法？你们真奇怪，为什么一直问我对齐瑞峰跟欧阳恒的看法呀？我又不在意他们。对我来说，他们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开始是我张扬的时代。他谁呀、啊？张扬？谁不知道张扬？我是问你他叫什么名字、啊？你对我凶什么？说你过气的人又不是我。你说谁过气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他叫张扬，姓张名扬，武教练上次介绍的时候说过了。哦，张扬是吧？我记住你了，别让我遇到。坦白，学长说的没错，每天早晨你都会绕着学校跑两圈。张扬，你知道我叫张扬？你竟然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不能知道吗？唐一白居然知道我的名字，你真太开心了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张扬，你下场比赛的对手。你知道吗？我期待这天很久很久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来看个偶像。偶像？谁啊？你。我？我从你高一的时候就关注你比赛了，我好几百次揣摩你游泳的姿势、起跳的样子，可以说你就是我在游泳这条路上的偶像。我最喜欢的还是你高三拿到中学生游泳锦标赛金牌的那一次，那场比赛太让人激动了，我都看哭了。当初你被迫禁赛，我听到都气死了。那个害你的女生居然不出面解释，让你一个人背了这样黑锅，真是太恶劣了。后来那个女生还出了什么车祸，这下更没法帮您澄清了。什么车祸？嗯。你听谁说的？我们泳队有高中跟你同泳队的学长。你的事情我都是听他说的。他说那个害你禁赛的女生叫什么，叫有点不大记得，是叫林桑吗？对对对，就叫这个名字。他不是出国念书了吗？什么出国呀，他根本就没有出国，都是为了躲开你的障眼法。学长说后来还见到那个女生出了车祸，见她血淋淋的被送到医院急救去。一白哥，你还好啊？我不知道你这些事儿听谁说的，但肯定全是谣言。林桑他没事儿，他在国外念书呢。是不是谣言一点都不重要了。我今天特地来见你，就是要告诉你，我要向你挑战。你是我最崇拜的运动员，现在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能和你一起比赛，是我张扬这辈子最荣幸也最期待的事情。我要在这场比赛中战胜你，战胜那个我心中最想胜过的人。所以唐一白，请你一定要加油，让我堂堂正正的超越你。好，加油。小桑情况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还在继续观察，只是病人的身体还是很虚弱，像上次那样的紧急状况很可能会频繁发生。直到什么？直到他死去吗？
哎，林总啊，你是去找一白吗？啊，对啊，他人呢？他呀，刚刚结束晚训，我叫一白哥跟我一块吃饭，他没理我，现在估计还在里面训练呢。啊，那我现在去找他。嗯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也去看看，看什么看呀？等我被喂满狗粮不说，还让人长针眼呢。走吧，一百，唐一百。林桑，你跟我说，你被石榴汁是不是真的有问题？对不起，可是我……你别给我解释，我现在不想听，更不想看到你。没事吧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没事吧？我刚刚在那儿喊你半天都不回答我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心里有点烦，我在水下安静一会儿。你能告诉我你怎么了？走，带你上去。高中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，是我们泳队的。可是高中毕业之后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就再也没有联络了。之前我听别人说他出国念书了，可是今天我又听说他根本就没有出国念书，而是出了车祸。我听说之后，我就想起当时我跟他最后说过的话，我说我不想听他解释，也不想看到他。可是那些都是我说的气话。其实我一直都想找到他，跟他说声对不起。我当时并不是那样想的，也许一切都是误会，是我错怪他。现在我真的怕，我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说这些。别担心啊，他没事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你别忘了我是做什么的。听说这两个字，我天天都能听到，耳朵都快长茧子了。而且听说的事情吧，有99%都是不可信的，只有1%可信。所以你要相信他还活着，说不定正因为你现在在这儿阻住他，
他正在不停地打喷嚏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遇到这种事情绝对会说一下我妈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让这些没影的事儿影响到我的，让你为我这么担心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主要是你现在要把所有的烦心事儿都放到一边去，好好准备比赛，好吗？好，答应你。你现在还要继续训练吗？我可不可以陪着你训练？好啊，当然可以。那我给你计时啊。好。开始。一白，对不起。如果你知道林桑现在的状况，你一定会更难过，更自责。可是我知道，你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，不能分心。所以请原谅我，原谅我明明知道真相，却没有跟你说实话。帅的人当队长，还真想转学到一所大学去。就是呀，小绿，好好练。三、二、一。哎呀！我不求你马上跟我在一起，但是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证明我多喜欢你。对不起，别受伤，不要连我最后这么一点卑微的要求也拒绝我，那样我会受不了的。莲英，我们现在集合，下午我们还有比赛呢，等下去给齐微风加油，走吧。你不是调了娱乐线去了吧？今天怎么又过来了？我又调回体育线啦。今天我正好休假，所以我专门来为你们加油。哼，又来虐我们这群单身狗是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怎么来了？虐狗呗。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两个慢聊，先走了。我来给你们加油啊。你觉不觉得齐瑞峰今天怪怪的？是吗？
每次见他，他都是活力十足的样子，哎，今天怎么感觉有气无力的？他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，我会留意的。你还好吗？昨天会不会影响你今天比赛啊？不会，放心吧。那就好。但是也不能太放松了，因为按你现在的排名，要是没有拿下这场积分赛的话，那你就进入不了最后八强，也就进入不了总决赛了。哎，干嘛？惩罚你？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！你给我好好看着，我一定会为了你赢下去的。我就是跟你开了个玩笑。好了，我去准备了，你自己在这逛逛，等我比赛。嗯，放心，这儿我比你熟。未来。